之余，大家好，我是田小白，林万总。哎，教教这个林。今天这是三宝平常林，都超大分量，满满满。嘿嘿。这是有港味啊，啊，满满的叉烧肉。哦，好多哦，满满的，好多哦，好大块，这么多大块，你说，哇塞，这真的好粗啊，真的好粗啊，好粗啊，真的每块都好粗啊，对啊，那每块，对，炫耀纹，我是蛮亮哦，那人。哦，好香啊，又柔又嫩又香，香港味。这是萧纹，萧纹正加刚才萧纹肉，这么大，怎么多到爆吧？啊，这个油鸡，油鸡样哦，每块都新鲜。他们要放土豆，铺土豆，哦，对，然后下面已经放土豆，就会，然后更香了。这个，对不对？你看烧鸭，哦，真的，哎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对啊，真的是好厉害、啊，真的是好厉害啊！烧鸭，哦。哦，这么大片，哦，塞满花生，对啊，它底部都拍不拍花生啊，花生都被带上来，哇塞，这么大，哦，先吃一下叉烧，哦，哦，好嚼劲，好嫩啊。嗯，真的呢，哦，好不容易拿啥人，哦，真正的港味，哦，哦，好喝，嗯，真的，嗯，在地道味道。这个油鸡看，哦，哦，我觉得是符合原食材，嗯，在这通膨时代能吃到这个真的是人间美味，嗯，原食材，全部都要是原食材，你看必须吃的人工调味。然后它底部不够香东西，土豆，哦，对啊，吃三宝冰雹还有土豆，哦，原来这是港式味啊，嗯，港人的味道很重哦，他给你配一个花生的时候，特别有香港味，都是博爱品做生意的，所以赚钱的时候，一口肉，一口花生，代表家乡，没错。你这个代表了赚到钱快乐的日子，嗯。
为什么我有办法判断呢？因为这个很好判断，嗯，很好判断，只有赚钱之后才有花生吃嘛，嗯，还有肉可以吃嘛。胶纹肉配花生，那就觉得好香啊！对啊，我这样都不会太多蛋白质，太多淀粉，嗯，很香啊！哦，香喷喷，入口即化，嗯，仿佛头在那个哦假海洋里面，很舒服，对吧？我跟香港鸭、外海鸭和我有那种漂浮的感觉，好舒服啊！好舒服，好舒服到爆炸！哇，对啊，如果是不吃这个，就是吃肉跟菜嘛。肉纤维质、蛋白质，肉甜啊，那个有狗脸汤啊，才会焦黑焦黑的。嗯，而不是没电、没有糖分，是有糖分的。嗯。嗯，抽脏啊，对，就是抽脏。他说，就是抽脏，有没有？对。他就想说，那我就那个吃白饭，增加淀粉的量。对，那很基本的概念。没错，没错。嗯，满满的都是那种脆皮，脆皮香，对啊，脆皮香还带肉，哇，嗯，嗯，那鸭肉好香，嗯，这鸭肉好香，脆皮又香，会喷油啊，嗯。豆腐好香。嗯，然后他吃肉也会顺应，对吧？嗯，那他交叉吃，交叉互相品尝，嗯哼，很好。现在香港的朋友应该还活着，对吧？对啊，他们龙王市场是有啊。嗯，反正哦，三宝拼盘，哦，三宝拼盘你就可以拼猪那个花肉啊，都可以拼。爱怎么拼就怎么拼。花肉就是那个猪肉脆皮猪啊，很好吃。
那姐姐，你给我来点花生呢？还挺好喝的。一口肉，一口花生，对吧？乐趣蛮好。好吃吧，那好吃啊，爸爸。健身也可以吃啊，只是这肉比较没那么干净。什么干净的肉啊？它这个肉都是用蒸的啊，用水煮的。就是它没什么调味料，就盐巴。那就是干净的肉，很适合用来修复肌肉，就像高蛋白一样啊。它里面肌肉就蛋白质啊。一样的道理。加班找到都是个双保平台，不错。好吃到爆炸。好吃好吃。这叫小鸡腿。满满油香啊。好好吃。好吃到饱。好，今天就教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那本书不完，就太吃太多蛋白质，胆固醇太高，对吧？好香啊，好香，好滋味，对吧？很走起来，晚点自己当宵夜吃。谢谢大家收看。等一下，
开个明晚。Yeah.